我想吃猪肉脯。行，我去给你热。玩不好，那就玩呗，又没人说你，整的自己哎呀，心态不行，生气了还，熊样儿。你想吃牛肉干？吃什么牛肉干？没有牛肉干。那泽拉斯其实也是混的，但最起码比他们好一点。那卡特本来不太行，也给送起来了。来呀、啊！往他前面走啊，直接套点盐。你不用套点盐了，没用。那蛮子是不可能没有怒气有暴击的。回家了，我也是个混子，咱不说我混不混这个问题。那凯隐，你来玩都比那凯隐玩的好。我四级，对面上单一级，啊，人家家打野搁上路，他不知道该咋办，他跑去打蟹的，还得他妈我去帮他去，还得我跑过去帮他。就这种让他混，他都不会混。再来一下，先打他一个骸骨。干嘛呀？我的炮车平 A， 一小兵扣一下，平 A 一下接平 A， 再 A 一下 W， 他旁边也没有人啊，我寻螳螂来了呢。如果螳螂来了，我们刚才那 W 技能直接跑也能跑得了。咦，你给我截住他，交闪也没用，维克托搁右边，我搁左边。这波螳螂有点装备，直接 W 过来，一 A 扣拿下，一棒敲死。但是我上路的线儿没推，这波跟着瞒着打其实不好打，知道吧？我们这样出来呢，先别找他拼啊，先扣他一下，平 A 一下，一 A 点盐 W A， 接个扣死了，一定要往后拉着打，拉扯一手。这啥意思呢？先叫鸡来啊，你干啥呢？这是真的吃饼干，这啥意思？疯了，这是
我这咋突然今天暴击了一下呢？他买了个暴击斗篷。神志不清了呀，这波过后我估计这满着会不会挂机了呀，还打不满大哥，先抠你一下，一 A 转打换流平 A 走，其实他装备都比我好，但没用啊，先闪现不着急 W 平 A 接 Q A E 再 A 一下，他装备比我好，螳螂鞋比我多，但没用啊，为什么呀，因为我是欧式玩家，你想不想也跟我一样，赶紧去用欧莱雅男士洁面乳，双重美白，双重控油，白天用这个，晚上用这个，有妖气，你也可以成为欧式玩家，那么在哪里才可以买到呢？在左下角链接可以买到，但是今天价格是普通价格，明天会有活动，可以明天再来买。如果你迫不及待想成为欧式玩家，现在买也没有关系，啊。完大哥居然六级了，他怎么能升到的六级，真的是很奇怪呀、啊、我觉得这把这么的吧，这把蓝不是很够用，我先回趟家算了，我先去红 buff 看一眼，把螳螂打完红了，他回家吧。这兵线不能让他守。算了，我再杀他一次吧，要不？哎呦我的天哪！你能跑过我吗？你往塔下跑啊！皎月来了，皎月一看可能是有闪现啊，不过我们有甲猴勾引他一手，那皎月一看就有闪，他能这么一直追，我跟你们说80%有闪现，这是来个西地海吧，捡一捡我的西地，给了他25，皎月为什么不 QE 小兵，问得好，你问问他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因为菜，另叫下俺老孙的本事吧。
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这红 buff 没有啊？嗯，哪来个瞒着？还好，他比石头人贵一点。下把我想玩狗头人。有新狗头人的皮肤，我们可以来两把。我先抠你一下，我再抠你一下，我再 EA 你一下。呀，这波点盐没套上。你是不是觉得你死不了？你给我装什么呗？还有这分女啊，这螳螂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死不了？交给你了，强哥，我实在是没蓝了，我即使出了女神之泪，我的蓝都没够用。居然没扣塔，因为我用了波浪剑。用波浪剑是点不着塔的。投一下，好的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怎么这里还能来了个皎月呢？这个位置居然会来有中单，没想到。狂啊，分女儿！你给我支了他，太狂了！哎，这底下这个三项之力，这个可叠加攻击力是 bug 吗？为什么一直是这个样子的呀？我得敲你一下呢，你想给我吹塔里去啊？你是不是在找角度呢？100块钱。好像卢仙我们还没杀过呢。哎呀呀呀呀，死了一把。不是 bug， 慢慢掉然后重叠，就是这样。那 A 塔能叠层数，为什么
为什么？哎呀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